葱青一般不粗瘦，粗瘦便是王炸。你知道我国大熊猫最多的动物园是在哪座城市吗？没错，就是重庆。就连四川的动物园都没有重庆的熊猫多，你敢相信吗？我国大熊猫最多的动物园是重庆动物园，它一共拥有22只大熊猫，成为全国熊猫最多的城市动物园。重庆动物园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西，最早于1955年1月开放，占地面积43.5公顷。这个动物园不仅是大熊猫最多的动物园，还集科普宣传、动物保护、科学研究和休闲娱乐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大型城市动物园。重庆的朋友真羡慕你们，好想去看看大熊猫。